师啊，就这样看到了。然后等下今天是全程的录影，另外一位就是我们一直陪伴着我们当我们的志工摄影的是包永屯包哥啊，大家包哥也看到了啊。今天来我们会场的不管是贵宾、学员、会员，任何人，每个人都有一个背包，这是绝对的，每个人都有的背包啊，这是我们小小的敬意啊，啊，大家不要介意。我们今天的摸彩品，因为我们的会员很多，他们很辛苦，等一下你们看到了，不要说是小小的产品，我们是精心的设计，很实用的小产品。我希望他们坐轮椅的时候，他们工作的时候，生活的时候，用到这个小产品的时候，会想到我们自力更生创业协会。每一位都有摸彩券，一个人只有一张，万一不小心摸到第二张，一样的道理，连第一个我们都要捐出来，继续给我们会员摸彩啊。今天最后活动最迟3点结束，我才会发表演费啊。我上次有一个规定，但是我没有想到连彭老师都开始第一个离开。我再讲一遍，我上次还是发了。如果今天是事先离开，而且事先没有跟我讲是什么状况离开，我不会有表演费啊。但是我的背包赠品可以，又没有表演啊，又没有，那可以先离席。但是我希望大家全程的参与，看与我们生命礼赞众艺团这些身心障碍的表演，让他们有机会能出去表演，代表协会，代表身心障碍者，有尊严，有就业的机会。今天我们摸彩还有更重要的两位的公益达人，一位是我们李景宏团长啊，因为等一下我都会在正式的颁奖啊，他也是我们公益达人，他今天不但赞助经费，还有我们的摸彩奖金啊。第二个是我们汤文基，汤文基有到现场吗？啊，也有啊，他不但赞助经费3000块给我们协会，还有2000块是给大家来摸彩，好不好？我们要谢谢啊，我们这些贵宾啊，各位贵宾，好，我们怎样就准备要开始了。今天，哦，因为我要跟这两位艺术总监道歉，因为我当初有答应，今天要正式的颁我们艺术总监的啊，等一下我们有仪式，可是后续我会来补上去啊，我们这个聘书啊，聘书。首先，我今天了解一下。黄信正艺术总监到了吗？黄信正有啊。然后那个我们许黎宁到了吗？哦，好，我们朱露美江团长也到了吗？好，也到了啊。还有李密丽，我们李密丽是李四是不是有到吗？啊，谢谢谢谢，好，啊，我因为我刚才没有注意到，好，当然，我们今天也有越南团啊，非常了不起，啊，非常了不起，啊，我们武宏春，啊，我们执行长，将来我们协会也会正式要聘请他到20周年庆祝大会。
大会正式的开始。你先用餐，不要客气，啊，好，各位好朋友们，啊，现场的所有的会员，所有的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协会负责人，啊，我是刘天富，今天是我们自己家的大家族的大聚会，我们也就不用客气了。我也不用先不要移来移去了。今天所有的节目从我开始啊，如果有不礼貌的地方、不周到的地方，请各位会员、各位贵宾见谅。啊，见谅。我们等一下就开始，你们就边用餐，我们就边开始。啊，当我唱名的时候。就要麻烦暂时停下来到前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活动。首先我非常感动，谢谢这位好朋友支持我，相信我们来参加我协会，来当我的理事长，所以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受团法人中华国际身心障碍者生命教育推广协会的理事长赖杰宏赖史上上台，来跟各位简单的致辞。啊，麦克风。好，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杰宏理事长，谢谢，谢谢各位贵宾，大家莅临来参加，感谢，还感谢我们老师，感谢我们创会长，感谢各位好伙伴们，谢谢大家参与这个很慎重的那个参会，谢谢大家，感恩，谢谢哦，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以后我们有活动，尽量来参加，好，谢谢，谢谢大家，欣赏哦，谢谢。我们的协会有开了四个课程，我们老师都教得很好，我们有手语班、歌唱班，还有流动画班，还有那个陶笛班。很希望同学们踊跃参加，我们老师都教得很好，然后我们都有机会可以上台表演，真的让我们有一个舞台可以上，就是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创会长刘天富理事长，谢谢大家的光临，谢谢，谢谢。好，我们请我们杰宏理事长等一下起留步，我们颁证啊，感谢状，我们就不要客气了，感谢状拿到就好，反正里面内容不一样没有关系，好不好？首先我要跟各位报告，从大学时代就陪伴着天父，陪伴着我们协会，他连去扫厕所、去扫地都愿意做的志工。一直到他现在是总经理，是董事长，都不忘记跟我们协会陪伴，继续的支持我们，出钱出力。我以最恭敬的心，谢谢这位我的好朋友，我的大帅哥，是我们风情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啊，今天有空，他没有，不，他今天没空，没有到。请我们的总经理廖益胜，廖总经理他的夫人一起来上场，好不好？来，我们来颁证。
感谢状，红肩带，公益大使红肩带，赶快啊！谢谢。你看看，医生是越来越帅，越来越发财，而且你看他太太，我在他认识他之前的时候，小小的，啊，现在又漂亮又富贵，啊，非常非常美丽。祝福这位这一对贤伉俪，永浴爱河啊，越来发财。没关系，感谢状就随便拿，对，随便拿一张。感谢状，好，拿两张，对，可以。为了省钱呐，啊，我们也不做框了，啊，大家自家人了，对对对。请我们医生，我这样习惯，简单跟各位致辞一下，来，来致辞一下，麦克风啊，老婆也可以了啊，没问题啊，给大家，来来来，好，热烈的掌声欢迎廖益胜廖总经理，我的好朋友益胜啊，来，好，非常感谢我的天父老大哥哈，很喜欢给我这个随时给我出考题哈，跟协会的缘起是2008年，那个时候我在台湾科技大学，好，然后我在电视上那时候看到了刘天富大哥他的生命的故事，刚好有一个很好的因缘，就在我看完那天的新闻的隔一天，我遇到了刘天富理事长，哎，那次他刚好到我们学校，然后呢，我就跟他在聊天，我非常受到感动，因为在整个聊天过程当中，他一直在跟我强调，身障者的权益、身障者的工作的机会以及创业的机会等等的。那我当时我就非常好奇，我就问他，为什么理事长你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精力去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我们在聊的是手机的屁股工厂。对，手机屁股那个时候还在和平东路那边，和平东路对吧？您的办公室那个时候是在虎林街，对不对哈？对，就是。我都记得那个时候的那个时间点，我们在聊手机的庇护工厂，我们在聊的是手机维修工程师，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在聊说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跟台湾科技大学做一个合作等等的，我就很好奇，他告诉我说那句话让我感动到现在，从2008年到现在已经16年了，他当时的他告诉我说，他觉得我们身心障碍者老天爷。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有更多的注意力，可以专注在我们自己专长所长的地方。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专注在自己没有的东西，我们应该要专注在是我们有能力可以再往外拓展，甚至是可以帮助别人的东西，甚至是可以帮助别人的东西。所以在当时的那个时间点，我其实我非常非常的感动。那我们从当时的手机合作到后来有没有金笔奖，然后我们有这个相关的比赛、竞赛等等的，所以整个回后面请速记。没有问题，没事的啊、哦。所以呢，我们回过头来看，整个16年里面，我们包含了这个独居老人的送餐，然后包含了理事长每个礼拜自己亲自到那个大安森林公园。有一次我还跟您在这个信义计划区，我们还巧遇等等的。我觉得这些的努力跟过程，这些都是我们在座所有的会员。我相信都是我们持续努力，我们持续进步，甚至我们现在的生命的礼赞团，让我们每一个团员大家可以持续的学习我们新的技能，甚至有一个很好的舞台可以持续的发展跟进步。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敬佩在座的每一位，包含理事长，包含理监事团队，包含我们每一位会员，大家的努力。所以我希望借大家的双手，我们大家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那最后，我借着大家的这个鼓励，我们祝福我们的协会，首先是我们的今天的这个活动圆满的完成，然后呢，我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然后会运昌隆，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请回座。对，红肩带，啊，我一定会
记得，虽然你好啊，大家认识他可能有很多的想法，但是我自始至终都很尊重他啊，因为是我们身心障碍的代表。我也会请他来当我们的艺术总监，我当然更希望他能带领我们身心障碍朋友，我们不要到大巨蛋了，我们只要能到了我们一般的舞台，让身心障碍有表演的机会就好了，去大巨蛋那只是一个梦想。好，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来欢迎黄信正，我们的艺术总监贤抗力到我们前台来。啊，恭喜恭喜，恭喜达人，恭喜大使啊！好，我们给他挂为生命喝彩好了，为生命喝彩。还有夫人。On a sunny day, on the beach at the coconut island, like a mermaid's honey on the lover's bay. Summer really, they like you. 好，我们请我们的黄美玲，美玲常务监事。来颁证感谢状。那个信正，你要在前面一点，是不是？周老师、包哥，你们要指挥一下，啊，他们站的位置。披上。I said a ding ding dong, sing along my song. I make a drum to the rhythm till the morning come. And if the rain sings some, we'll make us feel alright. We're gonna dance right into the moonlight. A ding ding dong, sing along my song about the 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谢谢你。好，各位嘉宾，大家午安啊！非常感谢刘天武理事长啊，给我这个机会。我跟刘天武理事长呢，认识到现在已经58年了，已经快一甲子哈。那个我记得曾经有很多那个医生朋友啊，告诉我们说，哎，我们身心障碍者啊。大概活不过60岁啊！啊，我今天已经66，天庸大哥已经70岁啊，请掌声鼓一下。谢谢。至于刚刚讲说大巨蛋、小巨蛋啊，小心我们的梦想会实现啊，因为目前只剩大巨蛋，还有小巨蛋呢，我还没有上场啊，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就能够登上大舞台，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好，非常棒。好，请回座啊！谢谢我们信正艺术总监啊。好，艺术总监，好，因为我是依序啊，宝琦他是离开，来。对，不是为这个，来恭喜他 ，OK。来，我们请我们周忠义副理事长，周副理事长来颁奖。来，赶快，赶快，来来来，感谢状。啊，孙静，大家的舞蹈都应该看过了，对不对？非常的棒。嗨，将来如果顺利，会在我们协会。来教我们新著名舞蹈，当然也有我们啊国民啊，我也很高兴他能担任我们的艺术总监，对我们在舞蹈方面，对吧？谢谢啊。
周作义，先不要离开，等一下，好，那我们再请我们孙鹤艺术总监，他是我们的声乐舞蹈艺术家，也要在我们协会要开班授课，教新住民，也要教我们身心障碍者，请你们大家一定要来参加，OK， 来，披上红肩带，没得撞。等一下，孙静怡艺术家，简单一分钟致辞啊。然后再孙鹤艺术家，艺术总监，好不好？一步一步来。哎，我们孙静先，好，我现在对不起啊，没关系，至少跟人家打个招呼嘛，照个相。好，等一下啊。OK。大家午安。午安。感谢理事长，感谢各位好友、各位嘉宾、各位贵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们，午安。午安。很荣幸参加我们这次大家庭的聚会，那我也很荣幸担任本协会的一个舞蹈老师，希望大家也都可以以后踊跃参加我的课程，喜欢我的课程，喜欢我们的协会，力挺我们的协会，好不好？好。我曾经有跟理事长说，我说我要来这边做服务的话，我首先要求我的学生一定要有舞台，那理事长有答应我，也做到了，他说到做到，所以我觉得舞台我们有了，那我们要展现我们自己的人生舞台，就在从这里出发，从这里开始，好不好？好。那也预祝我们的活动能够圆满，那希望大家天天开心，事事顺心，谢谢。好，谢谢我们孙静艺术总监孙老师，来我们。尊敬的各位，在场的所有的嘉宾，所有的伙伴，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孙鹤，大家可能对我的了解可能不太多，那我简单自我介绍。那我从小呢就在歌舞话剧的专业的歌舞学校毕业，那这应该是这一辈子没有换过工作，所以可能就是在其他方面没有涉身很多，但是在歌舞话剧这一部分目前也是有在从事这方面的歌舞教学及演出。那真的非常感谢刘理事长对我的信任邀请，然后能让我在这么棒的团队下能跟大家一起共同在舞台表演的艺术上相互的揣摩，相互的学习。那也希望在未来的道路上大家一起加油哦，让我们的协会，让我们这么棒的一个舞台能够越来越好，也预祝今天的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好，来，我们希望我们美美老师越来越棒啊，我们会一直往前走，都是我们将来很棒的舞蹈老师，来。那就请我们刘凤梅刘老师简单跟大家讲几句话啊。学员们，然后亲爱的哥哥姐姐，大哥大姐，然后我这个人不太会讲话哈，我是一个就是喜欢跳舞、喜欢用肢体去表达的一个人，语言方面就比较欠缺，不好意思，大家原谅一下哈，真的不太会讲话。好，就恭贺我们今天的大会圆满完成，啊，谢谢我们的刘理事长那么辛苦的付出哈，大家我们共同以后来支持他，共同的去创造我们这一个和蔼的大家庭，谢谢大家，谢谢。好。
好，等一下，请我们李团长来跟大家致辞。啊，钟一哥，感谢我们的刘天富刘理事长，也感谢各位会员的莅临参加我们这个智力协会重大的盛会。因为我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教数学，然后而且我从小也当乐队，包括小学、国中、高中，所以我在乐理方面就是很有那个自信啊。没想到说，理事长还请我当，就是以后会让大家有歌唱的机会，就是说我由我作曲，然后希望大家踊跃参加我们协会的每一项的活动，感谢大家，谢谢。谢谢啊，谢谢李团长。OK， 谢谢，来，你好，其他来。尊敬的今天当选的赖理事长，尊敬的副理事长，以及今天所有当选的协会的所有的理监事干部们，以及我们所有的贵宾朋友、嘉宾朋友，以及我们舞蹈团的姐妹们，中午好。谢谢。不好意思，没有想到今天要上台哈，因为对就临时的，对，感谢天赋创会长这一路走来，也对我的信任吧。对，那在此我跟天赋理事长跟天赋会长呢认识大概也有两三年的时间，这两三年的时间一路见证他带领社团这样千辛万苦披星斩棘的走过来，非常的感动。那也非常感谢我们很多的姐姐妹妹过来担任社团的志工朋友。那我非常惭愧哈，因为常常在两岸跑来跑去，所以没有不是每一场活动都有参加。那今天也非常荣幸受邀参与此次的改选大会，在此恭祝大会圆满成功。也恭祝我们所有的现场的嘉宾伙伴们身体健康，万事吉祥，谢谢。谢谢了，棒棒棒。好，我们还有。拔下来，那边要拔了，拔完再把它上，这边要拔了。哎，钟毅，你颁奖啊？对呀、啊，你要颁奖了、哎。我们这位。来，一分钟啊，我们谢谢。各位好朋友午安，理事长午安，您好，谢谢。今天很荣幸呢受邀来这里，那理事长一直是我佩服的人，他很有毅力的创造这些，然后呢以他这样子他还要说要开一个舞蹈班，那么我觉得我有义务去支持他，虽然说我的力量很小，不过呢我希望他能把他做得更好更大，他一定可以的，我一直很相信理事长的能力。那今天很荣幸呢受邀过来，那真的谢谢理事长，然后谢谢茄红理事长，谢谢大家。好，谢谢我们钟毅美嘉舞蹈老师，艺术家，好。到时候你们看到了这个，他们设计的产品，都是现在市面上非常流行，
也非常嗨，啊，非常好的产品。我们要谢谢这两位年轻的朋友来当我们的贵宾，啊，谢谢他们，而且完全都免费送我们的，本来连感谢状都不要。今天我没有让他们知道我是故意的啊，啊，让他们忽然间来个喜悦，谢谢他们。好，请回座啊，等一下，啊，等一下，那个终于我们最后一位，又是我们。各位来宾，各位李监事，那个我们的会长李监事们，还有我们的姐妹们，大家下午好，现在是下午了啊。很感谢那个天赋会长对我们新住民的关心，真的，我们新住民能够跟我们那个身心障碍者邻居在一起，我们真的要感谢他们。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姐妹，在今后的各个活动当中一定配合我们的身心障碍，哈，我们大家一起把那个我们那个协会办得更好，而且我们现在有那么好的老师，又有那么好的那些同仁，我相信以后我们那个协会会更加的蒸蒸日上，谢谢大家。好，谢谢。等一下，因为现在有一个状况，来，我们先越南那个舞蹈团来。Giáng sơn còn dễ thay đổi, bản tính thì rất khó rời. Em không muốn nói hai lời, cớ sao anh phải nghĩ ngợi giáo sư? 出来，我们赶快，六位，等一下，直接拿到，直接拿，披上最高荣誉会员。来，你们那个制服先脱掉，可以。我刚刚有提到为什么会选出这六位的啊？我们是会助燃的。助燃有吧？对啊。哦，老虎是吧？
touch your soul. One day I'll finally know your soul. One day I'll come to you to say hello.That have carried me every mile of the way. Want to see your house, your streets, show me all I do not know. Wooden sampans, floating markets, light of gold. All I know is the sound of war. A film by Coppola, the helicopters roarYour soul. One day I'll finally know your soul. One day I'll come to you to say hello, Vietnam. And the wood is made of stone, watch over me. My dreams, they lead me through the fields of brassMy tree, my roots, my begin. One day I'll touch your soil. One day I'll finally know your soul. One day I'll come to you to say hello.掌声谢谢。你们的服装非常的传统，很具文化特色。再次谢谢我们。好，接下来啊，谢谢生命礼赞综艺团做准备。来，生命礼赞大合唱。好，请到舞台前。这是谁？给他。生命礼赞会歌，第二首歌是。台湾加油！台湾爱加油嘛！爱加油！谢谢。来了，这里啊，你该请几个？哎，我来也中啊啦。等大家讲开请，大家讲开。哦，来咱讲开请。
梦想的远方，你不要落泪。我愿牵着你的手，拉着你的还有你来台湾，加油，加油！加油！
金文化的。Stop it, get it off. Shut up, don't cry. Don't you talk to me.大雁飞回来了，教训你，教训他，春天的雁叫一朵太阳花，太阳花呀啦嗦出来了，我要为你歌唱。唱出美好吉祥，美好吉祥，迎着明天的朝阳，明天的朝阳，走向灿烂辉煌，灿烂辉煌。嗯，来自他懵懂的心，是一个真童话，真童话呀啦嗦出来啦，我要为你歌唱，为你歌唱，唱出美好吉祥，美好吉祥，迎着明天的朝阳，明天的朝阳，走向灿烂辉煌，灿烂辉煌。我要为你歌唱，为你歌唱，唱出美好吉祥，美好吉祥，迎着明天的朝阳，明天的朝阳，走向灿烂辉煌，灿烂辉煌。我要为你歌唱，为你歌唱，唱出美好吉祥，美好吉祥，迎着明天的朝阳，明天的朝阳，走向灿烂辉煌，灿烂辉煌呀啦嗦辉煌。接下来一生爱做准备，优美的但你记相同爱一过，为强美的爱究竟思念没结果，我要泪看几嘴大，将人生为你我，因为我是你的心命。
出一声你的名，咱为何如今人生的路虽难行，虽然你将我的爱等落土脚，你有多伤心也不愿叫你来看，虽然你将我的心当作土砖，那过的路也不能行，我永远希望等待你一声爱会当在心内，轻轻讲出你把爱过的就爱受尽思念的折磨，我用一杯一水茶将人生为你我，因为我是你的性命，叫做一声你的咱为何如今人生的路虽难行，虽然你将我的爱等落土脚，并袂伤心也不愿叫你来看，虽然你将我的情当作土砖，的路也难分明，我永远希望等待你一声爱会当在心内，轻轻讲出你把爱过我，虽然你将我的爱等落土脚，也不愿叫起来看，虽然你将我的情当作土砖，那过的路也不能行，我永远希望等待你一声爱会当在心内，轻轻讲出你把爱过的光。谢谢，谢谢各位的掌声，谢谢。好，掌声鼓励。最亲爱的朋友，你在哪里？想你的面，心酸心绵绵。我一生爱你，半泪半笑的日子，不管别人眼中的想你。三天，一生为情走落去，不再错爱，我也心坚强。爱你啊，一场梦离离，错了吗？心上滚泪泪。
夜迷心深陷秘密，我一心爱你，我对薄秋的日子，不管别人眼中的事，是的接下来手语舞蹈局做的累，谢谢。飘落去，现在就爱我也不停。爱你啊，一场梦里，错了吗？心伤断泪泪。的背后藏着失志，爱情的道理一字一字。爱你啊，一场梦里错了吗？心伤阮泪泪，梦的背后藏着失志。爱情的道理一字一字。谢谢。掌声鼓励哦，谢谢。
打拍子哦。高高的山有我的爱，熊熊的火是我的情，天上星是爱人的心，我要去追寻。相爱的手要拉得紧，不变的情相许一生，爱人心是天上的星，陪伴小不停。好看的手语舞蹈结束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由宣嘉寿先生为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谢谢朋友，爱在心内，爱到心间才知痛，心爱的我，一生是要同条行。缘分啊，为何无留名？讲是我的梦走散，全世界全我担着。有一个了解你的人，温暖就是有一个愿意陪伴你永远不离不弃的人。好，请野花的歌唱者做准备。谢谢他爱在心内，爱到心间才知痛，情的水心内暖，一生心事要讲条命。缘分啊，为何无留名？浪子我浪看不穿，我问谁感情若看见？我心酸。
是奇妙。我们的人生随时随地掌握最美好的一刻，我们要疼惜我们身边的另一半。掌声鼓励，谢谢。
接下来呢，由孙鹤为大家带来快乐，谢谢。唱一段思乡情，唱一段唐山谣，走不尽的坎坷路，恰如祖先的步履。抱一只老月琴，三两声不成调，老歌手轻吟悠哉，读不解祖先的传奇。感谢大家，谢谢。得我，哦妈哎呦，啊那是我是哪里？所那哦都可都呀苦涩，哦涩都。
涙が浮き惑う何に繋がっているのか暗い木影のああ女のダメ息请大家给予掌声的鼓励，谢谢。酒，烈烈的味道。
为请大家给掌声的鼓励。
的歌声里传达出了什么。刘理事长是多么的辛苦艰辛，真的从他的歌声里可以听到这样的一个深情，大家再一次给予掌声的鼓励好不好？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爱等待，我还拥有你爱。手语老师来一起男生的尖叫，还有台下的伴舞，真的是一个非常。你将北京的岁月一转眼已数十回，染过满山的步履。因为我拥有你的美，那是有人的浪漫，我别讲你是多想的，但是你对我的
就讲你是我小妹。亲爱的，爱憔悴，世间已经做无第二个。如果没有你的泪，我的满天的尘灰，叫我怎么能跟擦干你的汗水？那是无你牵做伙，阮就不敢怪电话，因为阮是一个。接下来，欢乐海洋做准备。是做你的眼泪，如果没有你的泪，我的半灯生了灰，叫我怎么能擦干你的汗水？那是把你看作灰，Yeah.
从我手中轻轻的发光，
你心在何处，才知心痛。情歌太寂寞，太寂寞。叫名字，许群英，许群英，许群英，赶快上台。高秀，高秀，哇，很棒！第二届，包哥，包哥，恭喜！包哥啊，包永腾，包哥。刘凤娇，刘凤娇。就五个了吧，下面再来五个。吴刚素，好，来先来。来，谢谢啊，这个包包小的，啊，那个非常好用。吴刚素，吴根素啊，下面那个，没有关系啦，没有关系，下面那个黑色的，对。再来，快，这五个继续。赶快，先唱名，先唱名，我来念。郭欣蔚，郭欣蔚，哇，郭欣蔚，哎，离开了就没有了。郭欣蔚有到吗？有哈，来，林秀丽，林秀丽，来，请到舞台前来。全家寿的，乖乖。陈晋生，陈晋生，林蒙公，林蒙公。廖婉玲有来吗？婉玲，赶快，五个了，好。这是披肩啊，非常好用，我们身心障碍者啊，来，接下来，这是环保袋，很多需要的人，我们都是以滚石和啊滚石唱片，赶快，继续发。不，这个啊，就这个啊。就这个里面啊，一个，不是就这个嘛，继续的，摸彩嘛，继续摸嘛，另外就来谢光禄，请到舞台前，谢光禄，孙鹤老师在摸的吧，谢光禄，赶快，十三 B， 请到舞台前来，十三 B 离开了，十三 B 离开了。来，赶快啊！先唱名吧，先唱名。十三 B 离开了，我在这边控制吧。哦，沈斌理事长，他应该。沈斌离开了。开了。先唱名，先唱一个摸，我来讲。陈美艳。陈美艳，赶快，美艳妈妈。来，黄美秋。黄美秋离开了。黄离开。刘文星。刘文星有没有在？没有啊，离开了。游周天，游周天，来，刚刚唱名的伙伴先到舞台连领奖。赶快，游周天，有到吗？有来吗？没关系，继续，我在这边看。张秀丽，来，张秀丽，秀丽，哇，最棒了啊！很好用的环保袋。谁？什么名字？简宝月。简宝月，这有周天。宝月，赶快。宣家寿。宣家寿，哇，夫妻两个都有了。吴之芳。吴之芳。郭玲玉，请到台前，大家加快脚步。赶快，郭玲玉。来，到台前来。好，这是宣家寿。洪丽美，洪丽美，有没有离开？洪丽美，
好，来了来了，周永吉，永吉，周永吉，我再说一遍了，刘凤春，来，什么春？刘凤春，刘凤春有没有？这个刘凤春，好，请来台前，有。陈惠美，惠美，陈惠美，李昌碧，昌碧，李昌碧，哎，你知道干这个东西非常好哦，你们干到了会很惊讶。邱前胜，哎，邱前胜，你干了。郭前胜，郭明崇。郭明崇，赶快来帮忙拿一下，来，王希基帮他拿。这都是我们身心障碍做的啊，非常有意义，你们外面买不到的啊。谁？罗东泉。东泉，罗东泉，来帮他领一下。请到舞台前来，陈天丁。阿丁走了，离开了。陈天丁离开了，离开了，我说离开，对。武宏春，武宏春离开了，离开了，放回去。吕嘉婷，吕嘉婷有，请到前台，台前来。周明街，周明街，这个好东西，赶快到台前来。这个是粘什么写的？粘什么？电话0939808877，哦，尾号887。没有，好。江永邦，江永邦还在不在？有，在不在？江永邦。第三声，江永邦。郭芬，郭芬，郭芬很好，来，赶快，郭芬。台前领奖。有。阮世翠，好，离开了，阮世翠离开了。哦。越南伙伴都先离开，对，越南都走了。黄忠义，黄忠义有在吗？请到台前来。黄忠义也离开了，没有没有没有，给那个谁赵碧，给赵碧啊，离开了。啊，来，周忠义，周忠义，周忠义，啊，我们副理事长，这哎，你不要看这东西，外面买不到的。来，接下来武宏庆。没有在，离开了。刘凤梅，谁？刘凤梅，刘老师也在吗？好，啊，刘凤梅。有。大家不要看这小东西，外面买不到，而且你们很实用，很温暖，很温馨。都是身心障碍做的啊！0925819019，来，请到台前来。没有红包袋了，你是说多少就好。郭福慧珠，200块一个，四个字，200块一个，0952567807，有在吗？来不及了，500块。黄连爱，来，请到台前，黄连爱。曾德荣，德荣姐，请到台前。沈雨辰，沈雨辰有在吗？请到台前来。哎，这边有人要加码红包袋了啊，哦！你们稍微要等，没有抽到没有关系啊。是我们金安保的总监何鸿照，8733688，他要赞助3000块啊。有三千吧？啊，现在先谈不完，好了没有？郭恩惠，廖根英，有是有。廖根英。来，讲到名字的请快到电梯，没有这个人了。林刘淑慧，林刘淑慧，淑慧有了，淑慧有在吗？请到台前来。刘淑慧有，你呢？廖永达，
廖永达来了没有？廖永达，很好，赶快。杨清博，杨清博，好，清博来来来来。赖德发，鲁烈打开在吗？小杯子提袋。想到名字的，请迅速来到台前。徐伟伟。徐伟伟，没事。冯一红，冯一红，三十张，三张一百啊，不会。孙静，孙老师离开了，离开了，离开了。彭凤娇，彭凤娇，好。朱露美江，啊，那个美江，朱柳美江，走了。庄永当吗？庄永当有在吗？庄永当有吗？永远不甘当，也离开了啊！庄永当。罗秀林，罗秀林，罗秀林，哎，秀林啊，这两个是纪念，飞掉，飞掉。陈俊宏，陈俊宏，俊宏哥。刘软预约应该离开了。啊，没有了啊，预约已经开了。还有吗？赶快。许文雄。许文雄，许文雄有在吗？几个？李丽娇，李丽娇有，两个。彭诗婷，彭老师在吗？彭诗婷，彭老师有在。好，还有一个吗？要带了。黎各香吗？黎东香，黎东香有在吗？好，这边是两个还是三个？好，赶快。东香，东香。来，我们现场还有谁？哪位贵宾？来，我们哪个？昌碧，你来坐好了，坐。另外，昌碧。哎，我看到谁就谁。理事长，抽几个？前面两个。这两个，这两个。开宝园。什么名字？好，戴宝莲不在，离开了啊。黄宗琼，黄什么？黄宝琼。黄宝琼啊。黄宝琼。有没有在？没有，好的，继续交。没有。梁正新。谁？梁正新。梁山伯的梁，梁振勋不在，离开了，赶快。越南的，张吉龙，张吉龙，确定没有？他在哪？哎呦，来了，赶快，这个 OK 了吗？好，来我们这个大宝桌。来，我们请我们最亲爱的何志荣，他是我们最优秀的志工，何志荣来抽奖。何志荣，来，摸这个大奖啊！
叫什么名字？何志荣。哇，何志荣，臭何志荣啊！自摸啊，自摸。哎，大家热烈掌声！谢谢何志荣，何志荣。哇塞，何志荣。哎，这怎么可能？何志荣抽何志荣啊！哎，你们刚刚有没有作弊？你们刚刚没有看到、啊，都没有作弊啊！哎呀，好，现在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金安保的总监何兆何总监赞助6000块，每一个500。好、哦，3000块，讲错，3000块，来，何总监何鸿照，赶快来抽奖，六个，一个500。来，那各位今天莅临的，好了，快不要啰嗦了，赶快多退兵们，接下来我抽6位500块现金奖。那个还没有抽到摸彩券的，拿起你们的摸彩券，准备一下啊！500块现金，6个，一共3000块。你们想要中奖的，请举手。哦，看到了，来，第一张是叫什么名字？九字头的。95，来讲名字了。哦，姓杨的举手。3位，有这三位，赶快了。杨玉，好，还有2位哦，杨玉英，杨玉英是谁？英国的英啦，杨玉英。英国的英啦，我来对一下这个。明天来电话号码。来，我们第二张，杨玉一的，哪位杨玉一？杨玉英，林南珍好像我认识。林南珍，等一下，杨玉英有没有在场？在现场。在没有。杨玉英有没有在现场？没有啊，没有了。好，没有吧？赶快继续播了。没有。丢掉了啦！林南珍有没有在现场？要赶快了！第一，林南珍。好。拿去那边。来。我们这一位是赵爱轩先。赵爱轩。拿举手。赵爱轩到了。哎，恭喜你，谢谢。来，贵正，杨玉英到了，给他。孙，第三位是杨玉英这边。孙鹤，还有孙鹤老师，孙鹤受助了。有在场吗？来，恭喜你。哎，好吃哦，好玩，好开心。这是我们声音障碍学会刘天木创会的。宗旨啊，来，第三位是，哎，这个第四位了，信，第五位了啊，1234，第五位，没有，有一位，1234，杨玉来了，杨玉有了，好，姓吴的吴林云，好，不在了，吴林云走了，吴林云不在，不算了哦，来，这位是。蔡金来，哎呦，蔡金来，谢谢你为协会贡献这么多年。第六位，来，这么贵啊！第六位了，第六位，来，一样，信杨的举手，还有好多位，杨。鱼，这个是应该是念倩吧，是不是？杨玉倩，是不是你来了？有没有来？来，李阿秋姐，今晚隆重贵宾，我准备6位，好，一起来，马上啊，1234566。
一二三四五六，没错。好，三千块，赶快的，来来来。好，我们一起拍照。拍照，好，来你拍这里拍照。都中意，都中意，准备。来来，三千块，老婆何凤英把它换一下，来他们找一找嘛，他们自己可以找了。对不起。好，来赶快，周宗义郭采，这另外一张两张谁？赵海先，孙哥，赶紧的换。让他换开吧，给他找开，你先找，别别，全在他手上啊。好，现在请摸彩人请过来，周宗义理事长。周宗义，赶快。没有，就是那个谁，黄美玲，赶快。黄美玲。周宗义来了没有？周宗义。还要请你摸彩，摸20个哈，还是10个？来，周宗义，你是捐多少钱？没有捐。周宗义有捐了、啊？没捐啦、啊，这里没有啊。2000是吧？好，2000，四个，一个人500。四个，一个人500，四个。你念呐、啊，一个一个念呐、啊。怎么看？韩学荣，没有，韩学荣，没有，你不要放进去啦，韩学荣啊，好，那行，站在里，洪少，你的3000块 OK 的吧？韩学荣，王文策，站这边，他们刚练了，王文策。来，这边还有几位？王文策，高美华，林静福。有啦，在这里啦，有啦，在这里四个。不是啦，那个摸彩券跑去哪？洪照，摸彩券他们收去了啦，没有关系啦，我负责了嘛。一二，来四个在一二，林静福呢？等一下，林静福，这边林静福，请过来这边。静福，你不是这边的吗？请过来这边。高美华，请到这边。对，你这边是6个人呐、啊。王文策，还有那个韩荣。啊，好，好的，快点，来，2000。哎，何总监的六哎3000，6个人拿到没有？都拿到了 ，OK， 照个相。然后周宗义那边4个人，2000拿到了没有？还正在换钱。谢谢何鸿照何总监，啊。恭喜。来啦，爱我啊！不，你有五百块出来走啊！开玩笑，可以啊，结束。也是500，8个人。好。8个人。好，有我最亲爱的老婆，来。好。你谁？这里还有10包，20包呢。这里还有200的20包。怎么发完？在这里的。一人200。
来了。我就跟你讲，不要用了五百的啦，八个人的。好好。来不完没有关系啦，还有。好了，好。没有关系啦，两百块一样弄了二十件。两百，好好。我先讲一遍。好。李锦宏，还有那个谁？汤文基。汤文基。一共是4000块，已经来不及了。八个人都统一了，一个人都500。好，请何凤英美女来抽奖。那就是李锦宏。好，李锦宏，好，李锦宏，李团长来颁奖，乖乖摸彩。好的，你们可以的，可以的。李锦宏团长，请来摸彩。请问各位会员应该没有意见吧？啊，我们都500，好不好？啊，来，不要200，就摸20个人。给我，来，他抽了，他抽了。对了。八个人，袂使一头欠两张，一家一张啦，系啦。好，另外四个是汤文基。王什么？王玉庆。唐树兰，王玉庆有两个人哦。王玉庆，什么树兰？黄美玲，第三个。黄美玲。所有机会王庆居，我们是如此的。几个了？几个了？等一下。四个。好，汤文基来摸4个。金碧莲。金碧莲500块，有没有在？还有三个，还有三个。哎呀，还有三个，都有，都在，都在。还有三个，还有三个，你们稍后一下。好了，就都是提到来继续摸了。王耀文，还有两个。等一下，王耀文在不在？没有这个人了。王耀文不在，那再没有。好。林玉燕，谁呀？有没有？在五个，现在五个，目前五个。再度重相逢，王真宇。王真宇还在吗？不在了。王真宇第二次，王真宇第三次没了。林福星，好，走了。走了。好。林福星也走了。林淑敏。哦，林淑敏还在還 ，OK。再来，刘兆碧，兆碧有在，兆碧有在，兆碧不在啊，兆碧不在吗？等一下，对，刘兆碧有在，对，最后一个，张秀妹，张秀妹，第三次，张秀妹。那就没有张秀凤还是张秀燕的、不是啦，张秀妹啦。张秀妹在不在？不在，再来一次。张秀妹离开了。最后一个。好，来大姐。耶！哇，等一下，怎么只有7个？什么美香？哪一位？那谁没出来？我念一下，快在我。好，八个王玉英、王玉庆，给你，给你啊！陈树兰，好，我们完了，赶快合照，大合照，赶快招老板到中间，大合照结束。陈树兰没出来啦。过那边的照相。聪明的小孩不会变坏，叫一些就会想起来。悄悄的手走在大天人海，轻轻碰碰被一起打败。